好，我们向佛三昧穴，来，一位穴，再问穴，再问穴，好，请坐。哇，你的问题呀，哈，表示我只要每天在你们旁边，其实你差不多不出三个月的，我差不多也看明白了。人家是理不明，理不明而已，哈。啊，你那心有无？有甲遐，有就是有甲遐的心，咱到我都今日遮哈。啊，不过你那理无明，理无明就是讲哈，咱有三章三藏十二部经典对嘛哈？啊，你要打破拢啊，就清楚的先，除非你头脑有清楚到发达。啊，无吼，同款一个法师在讲经对嘛哈？你听无？都听，嘿，听无，吼、哦，所以听无的时阵，咱遐就是要讲这个方法啦，吼，而且方法你一定爱学，吼，这个方法吼，到两步，啊，这两步你嘛甲捡起时阵啦，吼，希望这个无论这个心中的问题，还是讲有志的问题，吼，还是讲肝的问题，还是讲吼头的问题啊，吼，你唔好去安那意思无？医生讲头疼，你就医头，头疼一定医脚，啊，所以你变哪去医什么？你就要靠你自己，啊，不过你要时间，吼、哦，一定要时间，吼、哦，像咱拄只吼，法师嘛，吼，像法师以前第一遍来上课的时阵，伊有知影，伊有乖哦，伊就咱逐天安尼行一个月对吧？有做，结果伊即间吼，因为安内怎，伊间骨内底，逐日迄个光慢慢就出来，所以光就是咱拄只染色体哦，愈来愈少啊啦。啊，不过你嘛去做法会时，你过去先较深的物件，伊拢会认出来。过去先话，咱有迄、那个，咱嘛搁较久远的话，伊拢会认出来。出来的时阵啊，吼。多好一个时间，啊！你这个光，伊就搁瓦来，瓦来的时阵，你会记哩吼。伫遮的时阵啊，转去就遮，搁开始运动，啊，就搁开啊，知无？啊，你袂用做做的片段，像即摆讲啥物，寒天你就无要振动，安尼无哦，安尼无这个效果哦，吼。所以你吼，你叫你讲莫食饭吼，你冻三个月，你搁无要紧对无？第四个月你就枵，我就袂准啊吼。啊，咱遮人是哦。五个月叫运动嘛怪，七个月嘛怪，一年嘛怪，当年嘛怪，对吧？其实袂使哦，即个你就是一定爱运动，食爱食较少，食较少的运动较侪就好。所以吼、哦，所有的病你会记哩，只要讲互你食七分饱就好啊。啊，逐项物件拢食，啊，毋过食互平均。啊，毋过你上重要一定是安尼，知无？一定爱运动。你若无运动的时阵啊吼，完全拢无可能。所以我看最近一寡吼，像这糖尿病吼，啊是讲学生吼，考着博士，啊结果吼，医生来讲断定第二型的糖尿病，结果我是伊是无拄着我啦，落尾我才知影讲伊是伊到尾是一个人遐尔啊症，啊有诶是会作散诶，对无？到时伊着拢爱逐工注胰岛素，啊搁来用巴呐，像这高血压。啊我迄天去处理来加伊是处理一个吼，伊目睭已经是青明，差不多三十痛病尔。所以伫遮我看吼，改学白净式，啊，因为已经催眠嘛，差不多几年哈，差不多很长了。啊，所以我咧改讲白净式，我只要甲恁讲白净式吼，恁哪有白净我看我画对无吼？伊无，你知我哪甲伊讲无？我叫伊用甲只头写做像西瓜安尼画，西瓜啊，好，我甲伊问讲你有看过西瓜无？有，啊有看过日头无？有，安尼甲伊教，安尼画，教到尾啊吼，连边仔人拢有去感受着讲，所以迄就是安尼怎？六根就是讲吼，你莫用这目睭这浮尘根有无？这种神经系统莫用，爱用啥啦？用这啦，用啥物？用慈悲心。啊，咱讲的慈悲心就是伫迄个白净室，嘿，啊，所以这样才知影讲白净室里都有。所以咱今仔日讲就是要把这个白净室吼，把这个神经丛拍互开。啊，你要拍互开的当中，你一定爱学吼。虽然多食八卦这上好，你会记哩吼，快速走路，有点啥保养的，所以保养的就是吼。我今日互一遍互大家看吼，保养是安尼吼，即叫做保养啦，即就是保养吼。我今日一遍互大家看吼，头仔时阵叫恁以前是拢叫恁行拢安尼对无？即毋是第一遍就两点钟对无？只要有做过人，甲即届人啊吼，身体拢好看，尤其是我处理过子宫颈癌，哦，肺部的，啊个肝。甲即届拢，即届已经差不多第三个月啊，拢慢慢好起来。有另外一个第四个月啊，即届拢身体拢好起来。不过有听话，一届两点钟，吼，像师傅嘛、法师嘛，赞有做着。不过你看，去参加转来，佫无做就无去啊。是两点钟，佮袂使放啊。袂使放，因为你放了吼，你这淋巴有啊，你这条筋就无开啊。你平常时这个扭袂着，哎，所以你看，甲你教过拢无用。
对吧？就像拄只法师讲，阮互恁单等拢无念，就一看就知影吼。所以心态要用甲无用，其实咱一看就知道。嘿，第一遍你定爱两点钟，安尼。行咯，一直行，行，一直行，走路嘿。啊，你这两个小时你无法度行对吧？像那一种，就酸诶，酸甲冻袂调。嘿，半张就酸啊吼。我迄阵时啊发现着，你知道？一阵啊是看到中风的人吼，啊，伊带我去喜马拉雅山落来先啦吼。我专门吼弄病处理中风啊，啊，客户会处理迄种旧的，甲迄个啥物腰手病的吼。我啊，当唔知要啷去讲吼，有一天嘛心血来潮吼，咱嘛捌讲行咯，讲行即体讲安尼物件咯，行咱两点钟，行煞了吼，去用病，才过弄病吼。哇，腰手病就是安尼开的，安尼，啊，就安尼，安尼俩，两点钟安尼。安尼就安尼行咧，无别项啊，就安尼尔，直直行，一直这样子走就好了。所以即个有听话吼，甲即个真个拢袂歹。啊，你若病单吼，差不多伫三个月过喎，病倒来啦。所以辛苦你莫靠医生吼，医生安奈着，因为我着讲要你个马克就好，买你给我就好，剩个吼食药啊。啊，甲你讲甲讲你足好个，你拢阮爸爸吼，我哩讲啊，过来吼，你看看你爸爸那爸爸嘞，除非吼伊是有好多囡仔哩，知无？会叫你运动，啊无吼，你嘛是叫你食药开健康食品互你吼，其实是你害人的啦。啥人知？因为咱辛苦吼，三顿正常食的话，啊你量要较济，就是讲，咱今日吼，阮着家己即个水果啦，是讲青菜吼，你爱叫去拍较过来，拍着怎用果汁食安尼着好啊。啊你若讲你要食，你较无时间，你要食健康食品吼，歹势，到时你若药剂细，阮嘛无法度，因为吼，伊内底人迄个螯合剂啦，啥物你着看无。啊，因为伊是为着赚钱，伊就无你为着讲吼，先生你个辛苦啦，是爸是你个辛苦无？无啦，像咱阿五本身岁古在所不惜，就是要叫恁健康尔啦，都无目睭啦，干要叫恁健康？结果吼，伫遮过怀疑，就是表示讲咱个心无清净，吼，所以心歹清净较有。啊，所以这一定爱行咯，一定安尼行咯吼。所以咱今日伫遮上简单，就是讲，因为阮即个是伫丰原立线伫拢有伫教，咱有教三招功就足好用啊，自由基排毒就足好用啊，会用千变万化。不过咱伫遮因为靠重要，你知无？所以讲这个场地的关系，所以只能讲先甲恁讲法，啊，毋敢叫恁怎用这两个功夫。第一个功夫就是讲吼，先一定安尼行路，两点钟第一遍爱通关，安尼，这白条在度，有无？安尼两点钟了吼，你倒也足酸的，你知无？准讲你平常时啊吼，胃肠滴肠里发炎的迄个什么胃溃疡的吼，啊，过来你有平常时恁家有高血压？过去阿袂即个，其实毋是，是你啊胰岛开始出问题啊，才会酸到冻袂了，啊才会酸到呢。好，啊你会记吼，两点钟刷了吼，一定爱记吼。两点钟刷了吼，你又把这扭落来，吼，去你咱兜的桌顶啊，慢慢啊靠壁，慢慢啊扭头吼，头你冻袂掉，会酸到冻袂掉无吼，慢慢啊扭，你啊慢慢啊扭，扭几吼，扭久了你啊胃就开啊，啊搁肝腰子都拢慢慢啊开。啊！你搬老菜，伫遮规排，很臭，足臭诶！啊，过来就是安怎，你知无？迄肝吼，内底扭到内底去，迄酸拢走出来。哦，我就是因为亲身安尼，我知影讲哦，原来治疗胰脏癌一定爱安尼用诶。两点钟，排开。嘿，一日风叫我开。因为很酸啦，你不要想一下啦。慢慢来，你嘛无法度像我咧练的时阵啊吼，才慢慢来。你到慢慢练训练啊，你无？练慢慢来训练时阵，才搁慢慢爬卡。慢慢才搁爬卡。莫一盖两根红瑞，因为吼，你连年纪挡袂掉，你知无？啊，不过会记你只要你嘛挂伫白净室，拢无这问题。拢无白净室的话吼，所以这就是一个方法啦，吼。啊，过来就是讲吼，第二个方法就是讲。你已经是平常时有行过，安尼就好啊吼。啊，剩个时间你就是安尼自由基排毒安尼行咯，35分钟就好啊，就安尼就好。这是保养的哦。我拄仔讲的这两点钟，这是你已经有病拢出来哦，算讲会臭臭啊哦。有当时有诶，身躯内底有诶是有吼，咱迄冷过臭酸的味。啊，是讲你平常常常即搭位啊，常常拢感觉有花味，迄拢是气候的问题啊。啊，我是某种农夫开始哩，迄种叫做腐蚀味啊，你知无？啊，所以这医生伊就拢开这个啥物？总共是伫胰岛方面就开范例啦，啊，或者是干扰思维，就是用咱的一些英文名词嘛吼，这种是医生才研发出来。你嘛知伊是用啥物物件去做的？不过伊为着有头一定互你食，一定有效果吼。
这个药确实伊就是含一寡化学物件到可以嘛，你会记？啊，这过来吼，你研究差不多过四个月过开，伊开始变无法，吼、哦，所以一定爱记。第一遍你就要两点钟，你搁较吼辛苦，伊就是爱带你行，快步走。啊，你唔知道要倒行的时阵吼，你要电视吼放个圣贤教育吼，互伊带你紧看，你要紧看，看到你啊两点钟就开啊。啊，不过因为你那细胞吼，即当年啊吼，伫只干扰吼，所以你一定要去外靠空气。和风吹拂，啊，就会透过这个能量就给你平衡啊。虽然现在讲，其实你讲原理尔，你知无？因为你啊原理啦，拢办了吼，其实有阵时你冒病的时阵啊吼，你唔好先马上找医生，唔是，你先转去吼，找一个所在吼，先跪来，啊，先跪拜，安尼你找医生就对啊。这个你也跪灵啊，啊，你马上向向公公吼，你啊去找医生吼，第一你唔知这个医生你看是。伊啊头衔啊真好，啊，不过甲你是过去先啥物因缘，你无法度看到。好，所以你直接先静落来，啊，先忏悔。好，安尼差不多伫三十分钟了吼，啊，咱才去敲电话，啊，才来问某医生，安尼去找，安尼就是健康的。好，啊，但是呢，医生只是治标啦，啊，你要治根就是要靠家己的饮食来改变。好，啊，这行路就是安尼对嘛吼。好，啊，咱先把耳道呐吼，按一边互大家看吼，你看伊这耳道就是为只按，就为只开。好，从这边打开。那打开的时候呢，哈，你还要输油哈，因为我看到这届来啊，哈，差不多这届最近伫中部较认真的哈，因为我头仔咱南部拢用立线体哈，仁仁法师哈很棒哈，伊刚好那些云在这个立线体呢推动的非常好。哎，这立线体你啊灵性愈水的哈，哎呦马上就感觉，啊你啊迄种吼，迄慢性病的吼，会足慢的对无？哎，较无耐性。啊，迄阵你爱配合，叫伊爱配合行路，甲规摆会出变嘞。啊，无这立线体吼，你的阴面目一到了，你随做伊随好。立线体是随做随好，啊，不过你迄灵性爱足清净，才有可能。嘿，哦，所以你会知吼，这立线体是一个足好功夫，一届一分钟尔，就一分钟尔。啊，不过你也感觉有个人啥来做无效果，中部吼，像这人就欠修理是无？伊就安尼规个死死无分去安尼，一千个结果吼，脚那规到两百，啊怎倒伫门前安尼直直跑，感觉吼，家己足可怜安尼怎吼？叫我搁想着讲，有老师那慈悲要来承担，啊搁跪啊，搁直跪，跪到吼，即过来啊吼，差不多两个月啊吼，吼身体真好，伊只那等于甲因家的姐妹啊吼，讲啊，原来看病是要靠家己啦。你去过看医生啊？你知道吗？那是发炎的时阵，真的不行的时候，我们迫切这样子用，所以一定要欧开，好不好？所以欧开先，那边该要欧折叠哈。第一个折叠就是这个，先折叠一个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器官无？胰脏。胰脏的头伫遮对嘛吼？胰脏对不对？是不是就从拢头？所以感觉怪怪，这是疼无？不一定哦。哦，拄只那个秋菊对嘛吼？秋菊你问的时阵，迄有的是咱的尿道哦。尿道发炎的，当年你发炎，嘛是伫这道面，啊，这半是神经嘛，对吧？有阵时无哈简单，有阵时你看是胃，有阵时是尿臭，所以当现实中尿臭感上歹治疗，尿臭感是上歹治疗的。哦，啊，所以你会记哩吼，百病拢是胃家处，拢胃家开始处理。你有看伊只吼，你看伊只导管有无？是规样骨胃家来个只，啊，伊毋是伫头前，伊是后壁。好，所以你看我像我对这咧扭衰的时阵啊吼，你嘛先去动袂掉，先去弄病，知无？像因中波吼，伊像心跳足认真安尼跪拜的时阵啊吼，到迄阵伊跪拜到像这牙差不多要三个外月的时阵，伊这内底瘤就差起啊，去照 X 光时，迄个毛拢消去啊。啊，过来伊就是吼，跪拜到后来伊才有一个物件吼卡伊只，甲知影讲伊当年这个心袂开喎，结果伊怎？伊早弄病无感觉好，即个伊吼就会去弄病，所以我拄则叫恁行到尾时阵无，挡袂牢时阵无吼，你就变成弄病时阵吼，你啊气就开啊，安尼气就开啊。啊，即弄病吼，即嘛是拢一个学，即拢一门学问，你知无？虽然今仔就是讲，因为立线体咱南部用得非常好，可是真正的实修到后来就是你啊起心动念啊吼，拢爱染色体进化到无肥了。你就看会到啊！你就迄阵会感觉讲吼，足轻松的。随时你嘛
无爽快的时阵啊吼，你倒来白净式的话，啊，所以你才要操练白净式。所以拄则你食饭的时阵啊吼，因为讲这白净式要安怎使用，白净式就是你爱今日吼，当你先跪拜一千下跪，你就慢慢来看到迄个光啊。啊，迄个光袂当执着，因为迄个光就像咱的镜同款，你内底冒染污啊吼，迄个光看无。啊，你啊，身躯嘛清气的时阵，就看到知影，你会看到光，知无？啊，迄光会愈来愈大，嘿。啊，袂用执着，就是安尼尔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恁遮无看无光，就比表示恁搁找无着啥物，迄个所在。啊，无迄个所在，就表示讲吼，咱拢平凡尔。讲到足认真来遮听听，结果拢平凡，等于又搁袂记啊，对吧？啊，一个月到，搁来看，来啊，安尼啦。这甲修行无关系吼，因为你修行一定爱甲你学的物件吼，摕去你的身躯，你知无？你毋是因为人咧修诶，你迄知影讲咱来来到咱这个地球，咱全部就是要互咱来遮吼去体验灵魂来体验，体验甲我了解啊，我有法度啥物叫做放下地放下放下心，净空完全自己的成见的时阵啊，佛菩萨的精神出来，伊就是要你去做这个动作。哦啊，所以呢，你嘛无法度讲做到完整的时阵吼，你爱用心跪拜。哦，拄好恁秋姐安尼吼，因的查某囝就是很认真跪拜，白白两个查某囝吼，一个伫苏州较遥远吼，拢伫跪拜，啊，一个嘛，你啊伫银行无用，啊，伫健保局无用，你当然压力就过来对吧？所以你吼，拼死跪拜，啊，拼死压力来，安尼，啊，两个拄好矛盾。你也感觉讲怎么会那么累，对不对？人生会好累哦。其实不会，你假设从当下吼一直跪，跪到通关的时候啊吼，有当下咱的通关，有当下四个月，有当下两年半，有当下三年，有当下五年半，不一定看啊，看你的器官，好、哦，看你的器官，好不好？所以有求教，看到谁做安尼无？好、哦，看有无？因为我感觉讲，伫遮咱的根基袂足好个，是无？啊，我嘛直直讲个溜溜去吼，嗯，看咱做咩袂歹，老师你讲个真好，啊，转去拢袂晓用，无半片。这不是安尼使用的吼，你还记得就是讲，咱遮嘛想到白净式，哎，就入边。哦，比如讲我遮吼，足痛对嘛吼，对拢足痛的时阵啊吼，你会记得吼，逐项卖修行第一步吼，先想到白净式吼。啊，白净式就是讲吼，来那个跟伟丽来讲，啊，搁那个静源，你伫讲点拢伫头前，啊，咱来做一次跪一下，哎。我伫遮跪，啊，伊一个伫中吼，啊，恁着看较有啊，哎。啊！你免感觉讲吼，嗯啊，阮哪会安尼歪头，囥了无着着，唔免啦，你免你注意看遐啦，爱看这个通关。吼、哦，咱只规个吼来做一遍啦。你看伊先看伊来一遍，捏脚，吼、哦，因为捏脚一个是金刚跪，吼、哦。诶，跟我一千下会做开通关的无？不会。用白净式的话，吼、哦。今年一千下就开通关了无？不会，很简单啦、啊。桃花伊嘛是吼，桃花伊即几年都，哎呦，那侪，结果会袂哦，跪拜时阵吼，你无同啊，你身体真的无同款啊。你若通关像去平安吼，一千下会到，一定要有一千下。啊，你若无的人，你讲要天哦，迄无可能啦，迄无可能啦。你讲久嘛是别人的哦。虽然做一遍吼，你爱注意看者，手安尼够染色体哦，倒边这边拢无要紧，都安尼都有染色体啊。都可以。会去染色体就是安尼无，歪歪安尼都有啊，哇，安尼就染色体啊嘞。啊，这嘛染色体哇，你看我脚。倒脚、跨脚、脚脚、背脚、脚，是不是？所以中国人一定是动到背脚手，对吧？脚、脚、背动到，对吧？那叫染色体啦。哦，安尼就有啊。嘿。啊？哦，有啦，他顶有 X 轴跟 Y 轴啦。即个这横幅叫做 X 轴，啊，这个 Y 轴，啊，这个 Z 轴啊，没有。X、Y、Z 就是安尼吼，就是现在的身体的跪拜你啊，吼，啊，所以染色体就是拢在讲。安尼，安尼就好诶，对。你吼，即个有病人吼，看少年吼，紧跪运动，啊跪到尾啊，你嘛有看到伊迄啥，一包一包直直出来，有无？你看你过去先医美的时阵吼，看过就好，免看过去，知无？先生，讲起来，即个看无看到你的脚啦。哦。牙口就是安尼，安尼就是叫做头部的问题，头部分的来。哦，你有看到嘿，他的脚无？金刚脚，金刚跪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后面的就看那边嘿一样哈。好，来，咱现在快速跪拜，快速拜啊！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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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
本来两点多钟啊，阿弥陀佛，十六，阿弥陀佛，十七。那我一千个时阵吼，不会，好，每一个就比伊一千个伊安尼足紧，啊，有诶是安尼较紧，啊，有诶是，伊是安尼。没有，我只有就是，伊就搞，伊拢无电，无关伊吼，啊，这个衣服都扣，伊将扣干嘞，哎，都扣干皮啊，嘞，都扣皮，掉，这个衣服，哎呀，店仔你看，全吼，过到后来我哩讲吼，今天身体无好，拢好过来，啊吼，足侪人看，伊讲车祸过吗？伊这车祸，啊，过伊才转去，啊，别拢转去，你看伊这肌肉足好哦，我们现在拉筋都帮他教的嘞，教的好好，啊，个双排拢做过嘞啊。哎，这个做到最后面，他自己好像动态瑜伽，可以了，自己进动，自己会拉。哎，到后来你要摆一下，你就开始该。而且仪仗不要有灵魂哈，你所有的病啊，仪仗里面是一个仪导，你假设自己不会使用的话呢，好可惜哦，还叫做折叠啊，你再会折叠的话，啊，你的病你一定要逐天去折叠，就是跪拜吗？折叠就是跪拜。阿伯，你啊对基督徒吼，你莫讲跪拜，伊讲吼外道，你讲折叠，你讲什么叫折叠啊？对对，移倒折叠就好了。是啦，移仗折叠。你讲移仗是一种倾倒。是拢爱安尼交叉啦，交叉。你讲吼，有一千个来，也请我画一千个。医生如何？法师哦，这法师算一套。快快快，帮我背成法师。哦，很棒。哎呦，我们道成道路法师的这边很棒哦，都有做对。扣到头了。啊，是那扣得尖了。我现在十个一百了，阿弥陀佛，全部都一百。你家长最近有吗？最近有吗？是的，待会让你们看人事怎么出来哈。这样可以，你也可以，这样可以。好啊，对。
跳起来。Thank you.
我们现在不是这个姿势，我们现在要帮你们通关胰岛胰脏这个器官啊、哦。所以我刚刚跟你说过了，我说可以的，就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别去计较那个卡是要交还是交那个动，不要交手扣起来。爱的话哈、哦，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哈、哦，一同呢来跪拜。那回向给你们，我们今天在座的呢哈、哦，请阿弥陀佛呢做主啊，回向给我们今天所有来到此刻的法界众生。最重要是你们自己呢，本身呢一定要完全相信，还有回向在我们白板上呢哈、哦，这些大菩萨哈、哦。好，我们同声开手一百下哈、哦，来，这只手扣着染色体，而且你的跪拜时，你的屁股就神奇哈、哦。我现在是在讲原理。我现在不讲你们的知识，我讲原理，所以原理就是引导的，奥利的对吧？引导，奥利的话，知道吧？啊，这染色体秀，奥利的话，所以很简单哈、哦，我们现在就是快速哦哈，就这样子，你要拉得多高，那个都不管。第一次因果业力就是一千下，一千下波轮，你要快速啊，那去跪拜哈、哦，你一定要记得通关一千下的对吧？一千下完之后，以后你要拉得多高？姿势要怎么变化？那时候你的身体有一个白净是会自动啦、啊，展现出来你的自信。那时候你的疾病它会帮你调，可是你要挂在白净式上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来跪拜哈，好来一起哦，好来阿弥陀佛一，阿弥陀佛二，阿弥陀佛三，阿弥陀佛四，阿弥陀佛五，阿弥陀佛六。阿弥陀佛七，阿弥陀佛七，阿弥陀佛八，阿弥陀佛九，阿弥陀佛十，阿弥陀佛十，阿弥陀佛十一，阿弥陀佛十二，阿弥陀佛十三，阿弥陀佛十四，阿弥陀佛十四，阿弥陀佛十五，阿弥陀佛十五，阿弥陀佛十六，阿弥陀佛十六，阿弥陀佛十七，阿弥陀佛十七，阿弥陀佛十八，阿弥陀佛十八。阿弥陀佛十九，阿弥陀佛十九，阿弥陀佛二十，阿弥陀佛二十，阿弥陀佛二一，阿弥陀佛二一，
另外一边一百，搁一百的心甲会记你目睭一百，搁规一百的心这边一百，搁规一百的心啊鼻孔一百，一边鼻孔哦，搁规个心另外一边鼻孔一百，再搁规个心啊嘴皮吼两顶一百，再搁规个心啊吼一百了才算你家，再搁一百的心耳仔这边，搁规个一百多好一千个。你所有病吼，逐工一千下，你看卖你啊身体四五个月，你就变一个人。无论是糖尿病，糖尿病很简单，糖尿不是病，是血糖在你的血中，逐工糖在甲你泡掉尔。所以胰岛会拍开，加先甲你的胰岛素拍开吼，折叠，会记这叫做折叠袂？哇，那个脊椎有折叠无？这个叫折叠啊吼。所以安尼一百个，啊，我们同时间来做回向哈，来，不求弥陀佛，不求弥陀佛，透过今天说的共修，跪拜念佛，跪拜念佛，双弥陀佛，双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做主，做主，回向，回向，无边无际的法界众生，无边无际的法界众生，今天在此，今天在此，所有的，所有的。跟着我们来到此刻，所有的历代祖先，冤亲债主，都是佛菩萨，以及我们在白板上的所有的菩萨，将这个法身慧命回归本位。回归我们什么西方极乐净土哈，也说我们今天呢，所有的诚心诚意的呢，所有的疾病都是一个现象，都是你们的灵魂啊，要到世间来娑婆世界难瞻不周、难服难调的个性啊，让他们的个性、他们的习惯，也就是我们的身体染色体第十一对，我们身体染色体最容易长癌的就是第十七对以及第十八对，所以这些呢难处理的，只要从二十二对扣带回跪拜的时候呢，集中阿弥陀佛回归到白净室，阿弥陀佛回归白净室，知道扣带回在哪里吗？知道，在额头这边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他在跪拜的，但是因为你们的手是扣着的，所以它是染色体，这样子懂了哈。但是因为你的腰是弯下去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的腰部有个命门线，命门线通了之后，你的颈椎就通了。颈椎通了之后，你的下四丘跟四丘这个神经就通了。通了之后，你的头脑以后看书、读经会越来越清楚，表示你的障碍就会慢慢通达的。所以我们就是第一念染色体，这样子知道了吗？好，非常谢谢各位哈。好，来慢慢的呢，记得膝盖有问题的，有开刀的，因为呢，今天在这个地方哈，我们让大家看一下，例如哈，例如，例如看一下他的心脏开刀三次，他的脚哈被狗哈，被狗呢，闻到了之后呢，也去开刀了哈。所以你看，例如有通关哈，你问他有没有通关，例如有，他有通关，一样要通关一千项哈，但是通关只是一个什么？细胞的记忆哦，接下来你每天不做的话呢，很快它的细胞又凉了呀，安尼知无？一边食饭较重要，你饭嘛无食，不过你一定爱跪拜。过来了吼，时间到，伊就给你看到你甲完清这主的跪定啊，因为完清这主嘛是菩萨，安尼理解袂？哦，所以开刀的人你免惊，因为这个动作哈，我们所有的动作都用过实验，这个动作上安稳，可以打开胰岛的里面的胰岛素。你用去问医生，有糖尿病，你敢问看卖胰岛素变哪拍开？一定叫你食药尔，饭滴啊，一定叫你食这项物件尔，无法度，但是注射，注法度，注手，无法度医，就这么简单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一定你要用心，带你去跪拜四个月鬼了吼，把较好的方法吼，告诉更多人，有病免惊，只要讲你用染色体吼，用白净室，动下每一点，每一个力量，把你的生命一点一滴的要回来，这就是一个真实命，这就是一个真实力，这是一个正法者为人个人自身下手，这样子可以理解了吼。好，那膝盖有痛苦的人，还是有开刀的，还是有摔过吼，爱记哩。这石头，这钉钉，因为我吼跪到这老过血，我嘛知，脚腿嘛老过血，我甲知影讲吼，你无老过血，无老过汗的时阵吼，你内底毒素袂排出来。所以你下面啊，你也感觉讲无，我都像我安尼吼，
我拢伫石头倒立，伫石头倒立，含石头跪拜，恁挡袂牢的时阵啊吼，你就免用这個，啊，你就下面用什么铺枕头，啊是铺迄、那个什么棉被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让你的骨头呢受压力呢，还可以多应用吼。假设你嘛像我呢吼，肉体豁出去了，啥物嘛物件的时阵吼，你得到的智慧是足侪啦。哦，我希望讲这个是叫自我交换，所以我今日嘛，甲阿弥陀佛讲吼，只要讲在座的，伫跪拜当中，你的脚卖疼会酸的吼，我愿意吼，我拢用我这个肉体来承担，所以你拜无够，我拢会爱认真去做。啊，我希望大家一定爱吼，保持呐，逐天伫跪拜当中吼，通关一千个，你嘛拄着困难的时阵哦，先跪咧。一千个就是上基础的就对啊。啊，你啊拜到尾习惯的时候，你的血就开始通啊，因为你啊已老树拍开啊。哦，所以我们现在哈、哦、起来哈、哦，慢慢起来哈、哦，脚有受伤的呢，就慢慢起来哈、哦，不要急，就慢慢起来按摩一下就可以了哈、哦。对，安尼就好。先做，上面那个胰岛素。另外还有器官的等待，我们再用器官的压。别来叫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糖尿病哈。安尼你知袂？糖尿不是病哦，哈，糖尿是咱只罐头伊一个病态现象名哈。胰岛素甲您讲嘛哈，来拍开就可以了哈。他在介绍我们啊，什么叫做糖尿病哈？他说早期发现糖尿病的人是因为说我们小便当中呢会有糖，所以呢为什么在厕所里面会有蚂蚁来哈？那是早期的，可是你有肾脏病的人一样是你那个血液中还是有糖哈，所以不一定是完全是糖尿病这样子，知道了吗哈？所以你也可以胰岛素上来的是硫化素跟什么铬啊、哦，这两个多蓝叶蓝莓方面，只要是桑葚啊莓方面最多哈，草莓啦、啊，只要有这颗的，这个对我们的那个什么铬都很有帮助哈。还有呢，硫化素这个硫。我们的胰脏就是要两个东西，这两个东西哈、哦，你只要能二至三个月哈、哦，拜归了哈、哦，接下来你要红血球归阳突血管都无哈、哦，啊这流你都有意思不？流你莫吃迄个什么，吃大蒜嘛足济，葱啊嘛足济哈，啊唔过这种物件哈，你冇去修行的人啊，伊会走入去肝，青椒先会走入去肝中，五脏六腑，所以你会足爆炸，因为你冇伊过去先啊冇吃一寡牛肉啦，还是讲鸡肉啦，会足爆炸。哦，啊，你嘛讲煮食食食的时，你会走去荷尔蒙。荷尔蒙是查甫囡仔拢会最爱做上迄种的，咱讲的五戒当中迄个淫乱。哦，因为这个尿是伫遮。啊，你若要食正港尿，是爱食啥物料？萝卜、菜头、十字花科的花野菜，拢足侪侪，知无？所以哈、哦，食较侪侪，就是草莓，每一个一颗的，跟咱讲像类似哈、哦，十字花科的拢是足侪尿的。所以你若感觉讲有拄到血管的问题啊，吼，像咱台湾这上好。地瓜叶啊，食较大瓜咧，食较济咧。吼，啊，你也感觉地瓜叶吼，你会记地瓜叶，你爱煮过吼，因为伊遐内底有一挂啥物小瓜牛，迄个白白的那个东西吼，入去咱的胃内底时吼，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吼，所以你也可以先烫过吼，你也讲有诶迄个病人吼，因为他的牙齿啊差很多的时候，我建议你来较济量较济咧，纤维较济咧吼，去甲拍只，先杀过了，甲榨汁啊，就是那个果汁啊，果汁机，啊，你一条血管啊吼，你啊血管内底迄塌的迄种的物件吼。杂质，那个染色体已经是杂质了哈，基嘛去读的时阵吼，利用那个什么，吃较侪即种蔬菜水果的这个物件纤维，啊，再搁出只桂拜，啊，搁用白净石吼，差不多，咱的胰岛二至三个月的把它归啊，啊，会更吼，差不多四个月，啊，所以你也建议吼，一定爱代谢，啊，你有理解无？你嘛有病吼，你嘛伫只吼，甲你讲拢无要用心吼，你到时你的皮肤啊吼，会一天重病哦。所以你这个嘛，较认真跪拜的吼，你的脚的骨头如何？那刚我们陈先生问了一个足好的问题吼，既然你先吼看这个所在，看胰岛素看熟了吼，哦，大家看卖讲吼，咱的骨头生作安怎吼？唔是讲平常是运动的人骨头就嫩，唔是因为软骨组织训练了袂歹吼，所以你看这个糖尿病就是伫这个血当中吼，已经把这个糖啊吼，走入去咱的细胞内底啊，会这样。所以咱吼，胃能量当中啦吼，被什么啦？胰岛素分泌不足。什么叫胰岛素？就是咱主要代谢那个嘛，那个胰岛不够。所以你就开始吼，这个糖你吃了吼，
因为食伤侪啥物，食伤侪咱的像咱的饭嘛，拢是碳水化合物，就是热量嘛。所以这种物件你食伤过侪了吼，伊就会走入。啊，胰岛素无够，胰岛素就是咱做只迄个运动吼，你无够，无够了，伊就为啥物会更走落去，走去对。照片让它血液啊，结果排回到哈、哦，透过我们的体循环之后呢，照一膀胱，结果排出去胃尿的液体，好不好？所以过来了，你会感觉吼，会做到喙干，过来食足济，食袂饱，哦，过来就是你会感觉伊啊吼，因为这个消渴症当中吼，迄、哦、是咱身体里面呢，因为你内底一寡干的物件伤过济，所以水也想要吸收嘛，对吧？不过伊吸了收，无法度吸的是什么？胃尿排出去。迄原理你慢慢了吼，你有知影讲，啊，拜你嘛开始无爽快，目睭你模糊的时阵爱加，赶快吼，拢爱喝水，一天一定爱平均吼，差不多水分拢爱2500，安尼你过拜效果当中吼，四个月过，你会看你的毛病会愈来愈少。上基本就是你这个腰这个所在一直好，过来吼，咱嘛差不多明年过，差不多六月，你看恁家己吼，个个拢变啊足水哦，足苗条的，会比这个少年。一定要跪拜，无跪拜袂使。你莫想讲吼，咱只拉瑜伽效果也不错，是因为跪拜当中你有扣带就足紧的，哇！所以吼，阿拜嘛，第一步人嘛，甲你讲，阿你血压悬，要做啥物？跪拜哦吼，一届都要1000个哦，莫讲频段哦，无迄个频段过来哦。哦，你若频段就爱四条条，你才莫怪别人，莫讲吼，那拢无人要甲我教，你有频段拢甲你教。所以我们要学，好不好？学了之后就是我们的啊，我们的力摸哈，随时啊那个够没问题。要的时候再跟他要回来，要的时候再跟他要回来。高血压不能拜，高血压可以拜。我处理这个高血压，高血压的时候，那个会更好。我们的那个糖尿里面那个血管来电，让泡底什么疼来电，泡过了哈，是不是会变柔柔？好不好？柔柔是心，是咱的体循环的心室，甲左心室被拍开的心，拍袂过去咱的脑部，好不好？就讲你嘛无法度去脑部的心吼，血啦，因为拍袂去脑部，那就叫做什么？脑中风、脑血栓，对不？啊，血嘛在心中拍袂出去嘞，是不是叫做心脏什么肥大？啊嘛，伫血拢伫这个心中，只哇，伫这个大肠拍袂开心，什么病？大肠癌。啊嘛，拢伫这个脚的神经袂开，是不是脚袂行，做不出出来，对不？所以拢是什么？血路，啊，这路就是你内底拢有糖分啊，安尼尔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安尼了解无？啊，要用什么方式？水，跪拜，行路，精神，啊，足快乐的，知无？啊，明理你就会快乐啊，明理啊，无明理的人啊，吼，你即个直接靠上山欢喜啊，等于搁袂记啊，所以你们血管就很浓稠就来了。所以高血压吼，你别烦恼讲，因为恁挂伫白金市，即间吼，咱个你有一个检验师足甘心的吼，因为拢有你上课，伊较乖，因为甲恁师拢长期拢对圣严法师足久啊吼，啊不过伊即间就是吼，一直来吼，伫修行当中最近啊，因为伊都开发啦，啊顶礼拜因公公拄啊伫迄个啥物浴室摄的，哦，一摄的时阵啊吼，是毋是拢无地教啊，嘛毋知摄偌久啊，你讲吼？哎，因非常是有默契啊，因比较友好啊。结果有上过白净室，边仔人是哭哭摇，对吧？啊，咱想下，佫感觉讲惨啊，但毋知是脑震荡啊，是讲欠血啊，是毋是嘴会搓搓念对吧？伊无，马上手握血，一直念阿弥陀佛，一直念阿弥陀佛，一直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念到赶快呢，先打119嘛，送过去呢，因公公回来的时阵啊，吼，规个是足紧急的。所以咱的人念头足重要啊，吼。阮爸爸有两个啊，吼，大概一个是子宫颈。一个是淋巴，啊嘛要来上课先啊吼，即个迄个子宫颈椎在行咯，行了要4个月啊吼，伊即个身体好嘛吼，所以即个要来上课就足欢喜，哇好棒哦，要来上课了咪吼，车有好停安尼，伊个心念在安尼对无？所以大家去拢好停，啊有一个足趣味，因为拢爱足赶紧的吼，伊即个伫公务人员，伊下班之后拢塞车，伊拢讲哦足烦恼呢，竟然要来上课，竟然无位好停，啊大家就无位好停，啊顶工吼。顶尾拜拜拜过了，啊、哎，老师真有好听啊呢，是唔足够专业念头了，好不好？老师，我请教一下吼，阮八个姊妹啊，嘿，八个姊妹，嘿，啊，七个高血压，啊，是讲阮赵医生讲，阮这是遗传的。嘿，安尼你的基因要改变无？你要改变无？袂吼，逐天行路35分钟，过来跪拜1000，一定爱逐天做，好不好？安尼临床吼，即基因呢？即是基因，会使哩。你会记哩吼，因为咱的基因有即个所在物件吼，伊只人有伫食药啊，有人吼。无食足重。无紧，啊你只就是安那会走，会记哩水分一定要有够。水分怎么吃？啊，白净室有挂袂哦，会即个今日来只会有着白净室在袂？白净室你都会知吼，伫脑中，安尼知无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脑中。
嘿，对，那会中间，下面遮，啊伊下面遮倒位，目睭遮，有无？啊边啊对，边甲内底遮，入面，嘛是拢倒伫遮，鼻啊中间，有无？啊位这边是嘛嘛伫遮，啊位遮入面伫倒，嘛是中间，拢有中间无？好，所以你看吼，伊这目白吼，只要你目睭搁照完的话。会今年较紧啦吼，哎，像迄个会输就输赢吼，就今年拢讲吼，我知，对，就是你遮头，我知安尼啦，我白见识知吼，你看哦，啥物叫做脑下垂体？脑下垂体伫倒位，知无？入面第一道三寸伫遮，入面就好啊，伫遮随入面就有啊，有无？脑下垂体。哦，等下，对，啊，你知脑下垂体你做啥物无？恁囡仔要大汉要悬的，哇！生长激素，阿姨嘛，大汉啊，你知道伊会变啥物事？青春激素，会种欢喜的话，会年轻，迄叫做脑下垂体啦。所以脑下垂体爱活化落啊，干嘛巩固你？阿姨，要脑下垂体就是咱过快上紧，有无？靠，靠，是毋是白开心的？伊水就过来用一杯，因为咱吼有四个大脑，有四个水，第一就是松果体，第二就是中迄个变形系统，第三就是松果体甲脑下垂体，第四就眼脑。就有四个水，啊，这个水吼，为规个骨会流落来，流落来先，头脑就会软软啊。安尼听有吼，我尽量用白话讲，啊，不过嘛听无，我嘛是啊，足惭愧，我今有够互你白话，老乡吹，安尼有吼。第二点，白净视伫倒哩话，伫遮，目白，有诶无共，有诶拄啊目白中，有诶拄啊伫遮，伊拄啊好伫遮，有看到无？有诶，拄啊伫目白中无共款，然后因咱个脑下垂体，咱个人的结构无共，啊，毋过大部分拢伫遮目白中，就是白净视。过来第三个双果体，有啊，双果体伫倒位，咱个天顶去伫遮。啊，你知无？是毋是入白嘛伫遮，落嘛拢伫遮，即搭有影无？虽然拄只咧讲修行修到尾是咱四体性天灵盖，就是中观头，就是白净视，啊，到尾伊即个头修到尾内底有迄啥物，大脑血管是毋是拢变成记忆啊？记忆就是你后世生要淘汰的，迄个啥物记忆，安尼知袂？吼、哦，虽然脑部去伤着人啊，吼、哦，伫遮一定爱专注伫白净视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即个经验要够稳定嘛，谢谢。安尼知袂？吼、哦，啊，所以高血压啦，吼，糖尿病吼，即个基因就是拢因为咱当年啊，吼，拢伫咱的细胞内底，咱今日再有讲细胞内底对无？安尼知袂？细胞内底，啊，细胞内底倒位 ？DNA 内底啊。啊 ，DNA 是啥物分态？染色体，有无？啊，再过是咱食物件叫做蛋白质，咱逐项物件消化，到尾吼，伫咱的从嘴巴吃到吼胃来，啊胃消化的时阵吼，慢慢的从我们的小肠、大肠啊，再分配往咱的肝，吼啊肾脏再解毒啊，慢慢的再整个呢，从我们的血液之后就打到血液去，啊有血液的体循环，再过啪到咱内底形成要的蛋白质。结果把蛋白质呢变成什么？变成一个哈我们要的一个传导核酸，啊，结果怕来到你骨头骨，变成什么基因？基因哈慢慢去分裂，安尼了解无？好，啊，这咱就是为染色体下手的 DNA， 啊，细胞内底 DNA， 啊，这里秘密内底，咱的内底有足侪完整制作的。其实我是哈离咱上远啊，无我是来变来比恁看吼，比就无遐侪，所以我用大恁看去。染色体吼。ATP， 你遐有 ATP 无？啊，你遐有 ATP 无？那个高，你们是高血压的家族吼？我看到这 ATP 无，这就是咱的细胞，这知啦吼，细胞放大10000倍就是伫遮，啊，有看到心肝脾肺肾无？看到遐器官无？遐器官就是伫咱的天骨内底，安尼知袂？遐就是祖先啦，祖先，有看到祖先无？因为我看你看祖先伫遐无，一个在徛遐，你看，我伫祖先人无看到无，迄个染色体啊，我恁囝有看到无？有目睭看到吼？哎，无啊啦，哎，伫遮互你看一个无？伫遮，这是图尔，你知无？啊，这是倒位，你知无？这是倒位，敢知？伫咱大脑内底，鼻咽窟，啊，脑吼是中开关，脑伫中开关，有无？中开关啊，中开关是胃都来，会更来，因为吼，我们要一连串的上课吼，因为这东西有当下你问的问题吼，啊马上去甲你解决吼。你这六根十八戒拢咱伫咱的四丘，你看四丘，咱修行修到尾拢四丘，你看这大脑四丘无？这无人敢甲你讲啊清楚啦，因为无法度讲。
伊都毋知影灵气秘伫倒，佛秘伫倒拢无人知啊。佛毋是秘呢，佛就是甲你讲，我着坐遮，啊恁看有无？我看无，无必要爱讲互你看，秘伫倒拢内底。吼，啊咱个细胞 ATP， 即个是咱只吼内底看，有看到黄色的密密麻麻的无？即个是迷走神经，有无？拄则有人我甲伊讲伊智力神经的问题有无？就是爱放松，就是直接脊椎甲伊跪拜就跪啊。是不是过摆，那形成这个所在，伊的形状就慢慢就开啊。所以你修行，你这个人体吼，伊这是咱的华严经里面的。啊，所以因为这个咱吼不断重复，所以先来一定爱先把这个人体先发到好了吼。你要学经典的时阵就紧的啊，每一天你念经会足紧的吼。所以咱看咱的立线体里遮吼，你看迄大脑，咱拄啊迄种一本《弟子规》册，大脑有看到无？有无？啊，遮先看立线体吼。即吼云端的物件足简单嘞，只是讲你也要讲了讲了，即就是细胞，有看到细胞无？细胞有足细粒的嘛，有足大粒的，了解无？无，大家拢同款哦，无哦。你的五支针头吼，兄弟姐妹嘛拢生了无同款对无？啊，是毋是拢为妈妈发倒出来？细胞就是安尼对无？无大粒无同款。啊，伊这内底拢染色体对无？你看这个染色体对无？啊，这细胞吼，胃内底叫一个 ATP 对无？就是立线体啊，甲扭开。UP 在这吼，放大一万倍 ，ATP 为后细胞甲 UP 一万倍有无？一万倍就变祖先啦，安尼有看到袂？安尼知无？在这祖先在这混嘛，在这，安尼有法度理解无？我知你会听，是还袂转过来嘛，对无？吼，还袂转过来吼，无要紧。伊就伫胸部啦，染色体就伫规胸部就对啊。我今日才有留一个皮对嘛吼，啊我这嘛摕来，我这皮肤即块，伊这是皮肤的尔嘛吼，我皮肤我这细胞翕起比我脑细胞较大粒，所以翕起是内底毛粒线体一粒至三粒。啊，伊这你毛粒修行的人啊吼，伊内底能量啊吼测试会出来，你看伊足正向的，所以足正向吼，你看到伊人那安尼足水的足赞的有无？啊有人讲，哎呦足可怜老伙仔那老假的有无？是不是心量都不同款啊？安尼知无？修行就是修这个心量啦吼。所以伊老师伫遮就是第一型的，就是咱叫做啥物？第一型的，就是讲咱自体免疫细胞的问题，就是咱叫做遗传啦。你妈妈巴肚就有啊啦。其实足复杂的，只是讲恁遮理解拢干，我都为伊下了解呀吼。啊，不过我遮就是要讲源头，恁听。就是讲，咱的祖先有有机，有啊，有机癌嘛，是讲啥物？有笑，也是讲糖尿病过身的啦，安尼知无？就讲迄个嘛是这引起的哦。这是伊这病是一个症状了哦，伊会引发出，因为伊是会后会更变老嘛，对吧？是不是有诶？咱的祖先进前都有啊。只是讲咱歪讲到伤过远，就是讲咱的饮食改变就好啊。三顿食七分饱。卖食遐济就对啦，啊，不过吼，啥物物件拢食食一寡一寡就好，不过一定要运动，啊，情绪拢挂伫白净室。所以是你嘛，你看病，你想着我，你看妈，我咧遮快乐，到即个吼，啊，搁有啥物病拢要甲恁担，就是讲吼，那他自闭，因为你有这个自闭心的时阵吼，不破塞这个，因为你砍嘛，你砍了吼，你刚食起的时阵，不是你去食，就是这个肝会来甲你接走，就是白净室甲你接走，知无？好，所以这种叫做自他交换原理啊。污浊上大就是叫做自他交换，自闭的意思安尼吼，有概念吼。所以第一型就是叫做遗传，第二型就是因为你偶然食，无运动，所以变成第二型的糖尿病。好，这胰岛素被破坏掉，胰脏细胞，咱都要跪拜是啥物细胞出来？你知无？贝塔，贝塔细胞再生的出来啊。贝塔知无？不是阿贝啦，贝塔 ，BTA 嘿，贝塔细胞吼。这无法度，就像咱以前咱讲的，咱的呼吸嘛，甲咱只讲呼吸了，好无？伫国外伊嘛是爱翻译叫呼吸，嘛同款啊，对无？啊，这是因学的，叫做贝塔，啊，伊个名叫做白细胞、贝塔细胞安尼尔。这是西方人发明的细胞，啊，不过伊就伫倒去，伫咱的胰岛素内底叫做再生细胞。啊，所以你规个身吼，像拄安尼一百个对无吼？伊内底一秒钟就500万就伫活起来。有劲无？所以像咱叫你跪一千个，道理就是伫遮。迄叫做胰岛，胰岛就是折叠。哦，好，那我们现在看第二型。这吼，一般第一型的拢讲，你先是遗传，拢爱叫你安那，一定爱啥物？一定爱做这胰岛素的啦。
吼，啊，这胰岛素就是咱拄只咧聊啥运动上济，所以你嘛平常时嘛平端人，伊就是爱食药啊。啊，这第二型呢，吼，记得就是因为什么？我们吃太多了，而且呢，乱吃，很多人哦，那个饭他可以一下子吃十碗，哇，十碗，啊，无就是迄啥物，肉是食足济，啊，到时就食少。啊，你们够吃这多哇？是不是叫做暴饮暴食？就这样子，让你的胰岛呢失去平衡呀。啊，你若要恢复，就简单嘞，只要二至三个月，你拢卖够你家吃，正常吃七分饱就好啊。啊，运动啊，拢吃一寡蔬菜水果较侪，啊，减脂较快了有无？二至三个月就好啊。啊，你要长筋就是安尼，知无？糖尿血液问题就是安尼，知无？上少你莫走骨髓都要二十年啊。所以你入血内底吼，你上少就要用五年时间，紧慢慢去改变饮食。不过你若四个月过时，你精神就足好个，你就袂胡乱去食物件啦。啊，你有法度理解无？好，安尼吼，你看这是不良饮食、甲缺乏运动、身体过重而已吼。所以讲到遮个时阵啊吼，大家有概念还是讲有问题无？啊，来遮甲手拍好啊吼，来拍下，甲这个心脏病拍好一点。
呼吸一次。虽然正常咱瑜伽课拢甲恁教呼吸有无吼？教教呢就是要互恁呾按照有到尾啊自然尔啦。啊，不过行路还是上紧，效果嘛上好。好、哦，所以35分钟，就互你个身体呢吼、哦，慢慢啊，慢慢啊，一滴一滴甲伊过转来。好、哦，这是胰岛素今日就是要甲恁讲吼，这叫做髋骨干细胞。好、哦，啊，这髋骨干细胞呢，一定爱用姜油。为啥？安尼知袂？以前足侪师傅拢讲，哎呦，阮着教活血啊，哪里教这《黄帝内经》啦？啊，这着这个阮敢泡有？这人体哦，这是海马回哦。啊，你即个学了就知啊。你只脑部无集中伫白净室遮，遮是脑下垂体，遮是胸廓体，白净室伫遮，有无？所以你只嘛用了无好吼，咱个骨髓着伊只老个，老个时阵吼，有个人会爱困，有个人着啥来走？十步囡仔嘛动袂调个时阵啊，下流邪道淫乱着走来几道啊？水着老个啊，过来伊着打打，所以打打着啥来走？头脑较想着想袂记了，所以咱有一个疾病叫做啥物？阿兹海默症，对无？哦，所以咱的脑部做侪拢吼，你安那去散乱，你拢唔知，所以你会记要正心正念，因为一正破万邪，所以你跪拜神好过得就好呀。哦，虽然这样吼，把这个图，让大家多练习吼，因为今仔就是要咱互恁去使用这个白净室吼，会晓使用的，甲袂晓使用的差足侪哦吼。啊，咱这样互大家吼，大概能够呢，将这个胰岛素跟白净室哈，再透过那什么白净室来甲糖尿病啊吼，透过呢糖尿不是病，它是一个症状。啊，咱这样要改症状，透过胰岛素拍开这个锁匙。啊，你知影胰岛素是一粒配一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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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啥物事无？内底胰岛素甲咱的糖，因为你唔好食了伤济，你吼食物伤过济，因为它咀嚼完之后，它变成碳水化合物，对吧？不过你的胰岛素甲一粒也无够用啊，是不是？你的身躯你着爱搁无法度，你着肝着爱搁提早来做一寡这工作，帮忙胰岛，对不对？所以胰岛里面呢，它有一个很棒的一个酵素酶啊，像剪刀一样，因为你要一直一直阻抗它嘛，所以你变成安那，一定要配合药物，伊才有法度，对吧？啊，不过我讲过，你只要食较少，运动较侪，伊着平衡啊，安尼法度理解无？嘿，安尼吼，你会感觉你的目睭会血光啊吼，伊迄个症状吼，咱的眼睛里面有一个第17对染色体。这吼对哦，爱甲恁讲者就是讲吼，因为即个要讲这个时阵吼，咱先来看这个细胞好无？既然你家己摕这个吼，我来摕有先生看者，啥物叫做不起伫遮，好无？来看者好无？都清楚伫遮。伊这胚胎细胞吼，咱的人拢有基因哦吼，都有，啊，不过大家人每个人窟窿有拢有第5对染色体，甲第17对，甲第18对吼，啊，不过恁这吼无法度开的时阵啊吼，你会记这个方法就好来。即个就是讲，这是咱的骨头内底，你先用迄个脊椎先扭开啊，脊椎入个，哦，先看这个有无？这是叫做软骨，有看到这软软的骨无？吼、哦，所以你冇生骨刺的人，啊，是讲脚底骨是骨质疏松，你会记吼？是咱的软骨内底的问题啊吼，软骨啦，哇，这是那种软骨啦，所以有的人会劈腿，有的人发到骨头软无吼，不是骨头软，是对软，这软骨，紫色这个所在啦，啊，甲紫色这个所在，你看嘛，咱的脊椎歪架咧吼，啊，这身体拢变不好了吼，脊椎这是无血管，伊这种神经，啊，所以我才甲这神经扭开伫遮，伊这内底吼，这个软骨这个所在生作像迄个啥物蛋黄安尼，啊，伊那果酱的果。哦，啊！这狗狗伊只内底，伊只有这个咱的神经无吼、哦，这个我们咱讲迄推肩盘这个所在嘛，它这是一些胶膜的组织无。啊！伊只你嘛伤无小心，拢无咧运动了，啪！伊就裂开掉，只就裂开掉，伊只无血管嘛，裂开掉就只胃裂开开了，伊就只就会流出来，胃只流出来，流出来了是不是会掉入外口只？对无？啊，就叫做骨刺啦，安怎无？啊嘛拄着这个时阵，你会记哩吼，跪拜。走路啊嘛较严重吼，就是拉单杠，安尼固定5分钟。啊，扭好先才阁调一下，扭久了吼，伊个骨髓就阁倒去啊。啊，无医生拢甲恁挂掉，知无？挂掉你内底迄个啥软软的所在就无去啊。哦，所以这个是加一个原理，安尼知无？敢有咱有人法度甲你解释这個？啊，这个是咱的疾病叫做啥物？叫做咱的这個、有啊。脑部内底血清素吼，伤过负向啊，变可体松，啊可体松也去留咧咱的规身躯内底，啊这种伊就变成咱的啥物，软骨里面的叫做什么一些营养的哇蛋白质啊，有无？这个是负向的啦，安尼你知伊过程啊无？这个物件就是咱的循环来啦，哦，所以咱的三生就讲吼，这个字要念，这个字啊，
啊这个，啊这个，四，啊这中国字要安怎讲？哦，你看吼，咱先是讲意念，意念，意念，对无？意就是过去啊，是毋是？咱搁回忆过去了，对不对？啊念嘞，金的，金的心对无？当下对无？金现在当下心，啊色的。未来嘛，我学这物件，你就爱去做啊，你爱念爱做嘛，对无？是不是未来？嗯。所以这三个就是叫做心啦。所以咱修行修到尾，你就是爱学这個。你知影佛陀讲，咱每一个众生吼，伊看到的是叫做啥物？这叫做啥？觉照就是表示讲吼，那你定爱吼，指这是意哦吼，意就是咱执念、执念嘛啦，执念，甲你挡过去，莫阁想鬼啊，知无？过去莫阁想啊，甲挡下好，啊管啥物？管啥物？看内底，管你个念，当下管你个念，有无？是毋是咱修行修到要观念的时阵啊？吼，咱这就是叫做佛陀讲，就是要甲咱教这啦。过去你爱执念，吼，未来你就是这个观念当下，你拢叫做未来啊。所以你过去的吼，你啊癌细胞啦，无论你是肺癌啦、子宫颈癌啦，吼，啥物癌无爱管你啦。反正你这三期、二期、四期无爱插你啦。你会记得就是安怎？我念头先挂伫白净室啦，过来就是运动过摆啦。你嘛遐尼啊，身心遐尼啊，快乐的时阵啊吼，你过去检查的时吼，你食的物件吼，都慢慢啊改变啦，翕出来时就无同款啦，就是这个问题，你甲咱，咱嘛坐相信拢是觉照无同款俩，对无？是毋是止住过去的，对无？观照当下，对无？所以叫做止念。啊，你这字知无？啊，这个是伫倒位的无？就伫咱的大脑中白净室，吼。啊，这是阿赖耶识。这个阿赖耶识拢伫边缘系统吼，啊，所以看你变哪个运用怎样吼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这拢是咱的浮尘根，哦，这净色根，这拢神经系统对吧？这是咱的表法，这个表法就是这个表法，你看大家较清楚吼。这个是六意识，这个七意识。这个八意识、阿赖耶识，虽然够大圆净智的是讲这个，这个是眼、目睭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。所以修行啦吼，伊会记修行吼，因为咱人过身了，你要止住止念哦观念，你要觉照的时阵啊，你一定要学这個。哦，咱这人啊吼，我要过身去的时阵，你会记吼，存这个所在尔，啥物拢无啊。哦，咱人嘛要贵心贴心啊！吼，你也存什么？你知无？他也剩下一个东西。你看你有把发到把阿赖耶识拍开无？来，拍开我大家看吼。现在伊一边要贵心条，伊要贵心贴心吼，还存这个物件尔。大家这图看有无？伊要贵心贴心吼，存这个物件。这个咱来经济阿赖耶识。阿拉雅是有无？恁想回想阿拉耶识无？哇，即、這个头先，即、這个头无？阿拉耶识无？像这一条两股无？啊，伊这要几多投胎？是毋是即地要投胎尔？啊，伊这要投胎的时阵啊吼，伊有叫一个七意识。七意识就是你做人的时阵，你的小脑啊吼，小脑比较，小脑有46亿的记忆，过来咱的细胞 ATP， 过来咱的海马回。你家里门无开的时阵啊，吼，你到时啊，吼，你家去投胎的时阵啊，伊会招来这什么？招来这奸计，这奸计之后嘛，做无、做高、做低，伊就是家才阁继续去投胎啊。所以咱修行爱修到位，第六意，六意识，执念，执什么？执过去的念，回到当下的白净室，每一个当下，你都把这个业力啊，吼，卖掉呀，挂伫白净室。一秒钟你都赚到500万啊！就是赚，为即个赚，赚到吼，咱拄啊50岁，也是讲明年90岁，也是讲80岁的时阵哇，你的细胞啊，搁有滴运动啦，就愈来愈健康啊！啊，你有法度理解袂？所以阿赖耶识吼，想到尾就是爱这个脑吼，
吼，迄就是换尾境最闹啊。啊，不过你若想过执着的人啊，吼，你要投胎去的时阵，伊阿赖耶识拢会去找这执着的种子哦，拢会找乌色的哦。乌色的就是咱讲的，拄仔讲的染色体哦。乌色染色体哦。即世你嘛修行，你用红色，红色是白净室，你就拢直直走来白净室哦。乌色是安尼知吼？啊，有概念无？只有听有无？听无爱举手。我搁想看卖要安怎讲，靠，我听听。这个概念听有无？修行就是修咱的第二意识，第二意识就是意念，意念就是讲吼，止住过去的想法来做啊。过去无论人甲我讲我啥物病，还是讲阮过去祖先好无好，还是你是皇帝，拢跟你讲啊。当下迄个念头就是白净士，白净士就是不落思量，不失善，不失恶，就是一个成就正片无上正等正觉的观念。就是一句阿弥陀佛的观念，就是你这做人，就是我本健康，我本喜乐，我本圆满，这个念安尼话，知念就是你讲这個、第六意识，所以修到尾抓第六意识的话，第六意识就是啥物？咱讲的当下你的念头伫遮，第六意识就是扣带回伫遮，扣带回在无？扣带回直接进入白净室，扣带回直接白净室安的话，念头是吧？集中我伫遮，本底这念头是是非的，哇，能分别好坏，对不对？下四丘就是好坏嘛，对吧？是不是下四丘就是好坏，对吧？我白分啊嘛，我只要用这個集中嘛，集中叫做白净室，伊就自动进来白净室，好不好？比如讲即个这吼，阿婆伫遮咧冤家，还是遮咧骂听，还是迄个先吼，是非伫遮咧发生，你集中白净室的话，集中白净室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一句阿弥陀佛，这物件甲你的生死则无关系。迄个是叫第六意识，安尼有较有概念无？有法度清楚无？有诶，你读过无？啊，上日读过，我搁看无阿点头，赞啦赞啦。不过我着感觉伊定爱姜太公钓鱼啊，今年啊愿者上钩，不愿者回头啊，你看。其实我知道你们很辛苦哈，啊，但是没办法，因为这吼，咱是要万年放下，你敢有法度入来？啊，我知你拢今日足辛苦，为着要护持正法哈，你外口辛苦安尼吼，所以也很感动啊。可是你也今年这种物件，你提袂走。虽然你有福气，啊，不过吼有福报尔。啊，你若福报你无地位是，另转来投胎，另转做阮兜，好唔好？叫，好唔好啊？跟你叫，对无？啊，无就是阮兜迄只小绵羊，安尼嘛袂使，规工乖一乖，啊，拢无地位，袂使。哦，因为呐吼，功修功德，佛修佛德，一定爱在用心地位里遮。用心地位就是啥物喏？无论是非痛苦，你会记得迄就是拢梦一场。金刚经，金刚经是讲梦一场。哇，甚至叫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所以今日邓宇豪甲我讲两句话呀，《金刚经》第二十七品说的，嘛看到同样的讲吼，如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呢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啊嘛拄着吼，迄种爱情的嘛吼，啊家厝家庭过了足好个嘛吼，啊，逐项好袂好个。你甲伊讲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啊。哎，佫跳回讲本来无一物。修高阶青年哈，这个就是什么一个真正的一个什么智慧而已啦，真的没有这些东西嘛。你莫想讲就大你呀哈，你的肉体你开工咧吼，靠这个肉体无啦，你到时等于无这个物件，没有啦，加地位尔，加嘛灵性，嘿灵性尔，好不？所以灵性你爱手长，好不？好，啊，伫遮吼，咱遮搁开始来听咯，来，即个甲行咯吼，35分钟吼，开始行，第二步，我别项刚行咯，行咯，啊，你即个吼，先迈安尼行，先甲右后弯弯。行35分钟，啊，紧行吼！我今仔用个觉醒，让大家看吼。好，来开始行咯，往这边开始。咱吼有秩序的走，还是无秩序的走都没有关系，只要你能够找到你自己是谁就好，知道吧？好，来开始走路，快速走路，好来快绕圈圈走路，好来。好来，好可以来，从我们这边绕过来，走外面，好来，我们准备绕出来，来快速，啊，老师上。自己阿弥陀佛念，自己念。哎，莫小看阿弥陀佛咯，嘿，莫讲你是阿佛在念的，你当你有一天会变阿佛吼，所以咱希望讲吼，咱
分吼，所以你的脚是紧的，不过你的头脑是坚固，步步踏实过，分秒不空过，步步踏实过。不过你伫游泳当中，有你的心中这个所在吼，内底这个尿道，我们平常在发炎的人，你会你两边憋着会不舒服哦。所以这个所在你拢要烦恼，一定爱走路，一定爱啉茶，一定爱跪拜，一定爱挂在白净室。能够很清楚哦，一定要清楚哦，生命就是这样子改变来的，生命就是透过你点点滴滴哦，一定不能够完全呐、啊、哈、哦，透过自己呢，平常太过于生命放松了，有当时啊走路35分钟啊，虽然不是一辈子，可是它在每个当下35分钟就有办法将你的生命呢、啊、给要回来，还有拉它哦，让它一定要完全能够清楚明白，那这个细胞才能够动起来哈、哦。所以糖尿病啊，唯一最麻烦的就是一个疑，怀疑心很重。还有呢，喜欢听好话的东西，所以他的耳根跟眼睛一定都会先伤到哈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呢，从手部的内关穴，还有从我们的眼睛的睫状神经，还有从耳朵的什么前庭。